想听完这边的青旅双人房，在复活节的那个周末要200磅元。真的雕像就特别巨大。真的耶，我之前在冥想中心当志愿者的时候，就是天天吃素。这里好像不用拍照哎。哇，哎，这几个看起来真的有点。Very, very, very well known. He my expert. One race in the field name was the one that he卖相不是很好，但是挺香的。
白的，这好看吗？被粉丝都标了，我越看越眼熟。这个，哦哦，嗨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博物馆对面的车？拍下那个。Hi. Do you like some lemon? Yes, please. Thank you.妈在这就好了，我不会做，我也不会做。啊，我的天！你们怎么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们上次去的。哪个地方？夏恩。哦，就是这里。对，是的。那就像那样。一丢丢的鞋啊，我感觉跟国内的还是蛮像的。这个是牛哦，那个是牛。哦，还火烈呢。看到我的面条吗？什么？没见过。出来的，哎，啊，我就想吃这个。不笑场，这顶上的鸡是什么？咯咯咯！我刚想发现，哇，好美啊！然后。吓我一跳，好多鸭子。菜就不敢吃鸭，然后那个吉娃娃就特别喜欢咬它的脚踝。爱丁堡的绿头鸭都是单身的呀。
道在吃什么。然后他就不管他了，不是，主人走了。哦，我以为那是个屋顶。脑袋，然后他画的笑了过去了。不敢吃，不敢吃。但是他跟我说是因为他喜欢。从晚上就开始爬。是。